哎，哇，哇，爆灯了！Good, good, good. 来，李恒。男嘉宾刚上场的时候，就是他的侧颜其实是有打到我的。谢谢。然后包括刚才我们一起在作画的时候，两个头自动的拼成了一个桃心状。磕到了，磕到了。后来我就在想，不要在自己的舒适圈待太久，也要去走出来。所以说，今天我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，向你走近了一步，向你走近了一步。谢谢谢谢。一个39，一个35，两个人都学画，对，闲下来一起画画。15号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接下来对于感情的规划来说，你会更倾向于找一个年龄跟你差不多的，还是就是年龄悬殊比较大的？这一块我没有设定年龄，我觉得只要你的思维方式还有考虑问题相对要成熟一点点就好了。对，好的。